九七之前，香港传媒到中国大陆采访，待遇等同外国传媒。跑中国线的记者形容自己只能够在红线以外采访，不得跨越雷区。回归之后，香港虽然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但是记者到内地采访依然受到红线限制。红线即是记者采访的禁区仍然在那里。虽然很多很多很多关卡，很多很多红线，但有位你走的。十年来，香港传媒报道新闻的方式不知不觉间令内地人明白到言论自由的可贵，令中港两地真正发挥互补作用。现在大陆绝对没有新闻满意，但是我们现在看它是有进步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和绝对的新闻满意，绝对是没有的。预备下午4点钟到香港。喂，你好，是郑先生吗？哎，你好，我是香港的媒体记者杜福良。比较最关注、最注意的是什么地方？杜福良20年前入行做记者，当时中英两国已经就香港前途签署联合声明。他担任政治记者，经常要到内地采访同香港回归有关的议题。你就咁问我，咁呢份嘢系咪国家机密咧？我答唔到，因为我即系因为佢即系冇一个好嘅具体嘅说明，就话呢份咧就系国家机密。九七之后，佢转跑中国线，近年仲被调派做驻京记者，经常穿梭中港两地。我自己兴趣咧，同埋我自己嘅嗰个关注点都系香港回归得即系系咪好顺利啦？即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系咪即系可以得到体现啦，同埋落实啦？呈祥事件咧，对于香港回归咧，系个即系几大嘅瑕疵啦。咁即系好多人都会用呢个例子嚟即系質疑嗰個回歸同埋即係一國兩制啊！即係到底我哋即係我哋仲係咪中國人啊？點解會中央政府點解會唔信呢啲咁嘅人啊？點解會認為即係會有咁多特務出現啊？咁樣今朝早嘅主要新聞有：中央送贈香港嘅一對大熊貓已經到咗成都，大熊貓隨即送到海洋公園隔離檢疫。快樂咁迎接熊貓，啱啦！迎接回歸，冇錯啦！一個咧就要迎緊，一個叫樂樂。羅依萍同杜福良同期入行，同樣一開始就專責跑政治新聞。好多嘢應該俾人知嘅，佢唔俾人知啦。咁而佢嘅界定就話未公布嘅嘢，大致上都叫做機密噶啦。後過渡期間，佢眼見中英兩國就政改問題爭拗不斷。令他对香港是否能够顺利过渡九七充满疑虑，所以他说自己当时都不敢计划生儿育女。最担心、最怕不稳定出问题的，梗系六四嗰阵时，中国都不知道会系点，即系同民主咁样镇压咗之后，跟住会点样？咁跟住就92年彭定康嚟，咁佢有一个很有创意的政制改革嘅方案，咁亦都同中国嘅关系很差。如果我自己都看不通那個形勢，如果出到嚟嗰個社會可能是很大變動的時候，我都不想去即係嚟到呢個世界上係面對一個很大的不穩定咯。媽咪同爹哋咧，93年就結婚，但到97年之後咧，才生你嘅喎。過咗咁耐，因為覺得回歸冇問題，媽咪自己諗生你出嚟。如果回歸有問題，生唔生？唔生。我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我系自己做新闻界嘅，睇唔睇到一啲好明显，我哋嘅新闻自由会受到剥削，有好大变动嘅迹象咧。咁我哋真系睇到97年初嘅时候咧，咁我自己嘅判断就系我睇唔到有啲好大嘅变数，咁而顺利过渡嗰个成功嘅机会好大。Thank you.
回歸之後，羅依萍從政治線轉做財經新聞，仲跳槽到廣州一間財經報章做特約記者。做財經新聞的採訪的過程中，我發覺原來可以用透過經濟手段將一些國際大家認可一些標準比較好的公平、公正、公開的東西是可以引入中國的，令到中國慢慢去跟所謂跟國際接軌，透過一個經濟的包裝，然後影響中國。在中國無論是軍事力量還是在國際上的地位都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變化，就希望能夠推動中美兩軍進一步分分呼吸。喂，葉英啊，哎，加油。那个不是美国，不是有一人在深圳买那个假的劳力士手表回去，据说差点被判十几万吗？这种事呢，在中国是蛮普遍的，就老外买了假货。董家耀，来自广州，而家系凤凰卫视新闻资讯台副台长，专责报道两岸三地嘅新闻，同时担任时事评论主持。嗰種回歸呢個字嘅感覺，其實喺大陸嘅人，香港可能香港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感受。其實喺大陸咧，應該講主流真係覺得係一個好榮譽、好愉快、好一家團聚嗰種欣喜嚟。呢個係好真實，這個我真係可以好真實咁話俾你，真係感覺唔同。劳工处处长张建忠透露，在港府寻求我一嚟都系做记者啫嘛，即系从最低层开始你磨合去观察，但系慢慢你越往做咧，其实发现我哋空间系比原先系大好多，唔系话突然间今日跨过罗湖桥，突然间就哇宽松晒，可以听日乜都可以播，唔系有过程。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各位好，这里是总编辑时间，我是今天的值班总编董家耀。有一架这个 F5 凤凰卫视1996年在香港启播，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在内地各省市落地的境外新闻媒体。董家耀说，近十年来内地媒体吸收香港记者采访新闻的手法变得比以前更加进取和开放。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你在看大陆，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你可以看到领导人讲话的声音。以前在大陆你看领导人的新闻永远是一个播音员配音，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但由于香港的媒体做这些新闻的特点，一定是伸着麦去搏麦的，大家叫就会将他们领导人的聲音直情就播出嚟。由於有呢個壓力咧，慢慢你見到而家中央台啊，好多時候你見到最高領導人講嘢好長嘅，都會有。我覺得呢啲有時候我自己睇到好欣慰嘅。謝謝大家。好，通過。一如往年，罗以平和杜福良在三月份都会去北京采访人大和政协会议。我就会觉得是一种步向开放的表现，而且政府对自己的信心是比以前大了。过往很多事情都认为敏感啊，不适宜公布啊，但如果发展到现在，就其实无大影响的。其實過去可能他哋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咁願意露面，但係而家咧可能多啲人露面，即係或者以前係問極咧佢都唔答嘅，但係而家咧佢就會即係停喺度答，或者係即係一路行一路答啊。八月份信用貸款太猛，是什麼原因，行長？商業銀行啊，即係年初。今年嗰個圍堵式採訪咧，就係我歷年見到最得人驚。如何？你頭先見到啦，嗰位統計局局長新嘅，係用呢個9秒9嘅速度跑就逃離現場咁樣。咁我89年第一次採訪兩會咧，參政議政嗰個空間好少嘅，咁咧即係離開會就開會，咁啲人咧就唔係好敢講嘢嘅。咁港澳記者咧就真係揾嚟揾去都嗰幾個人，咁啊來去咧香港就揾鄭耀棠，與政協就揾徐四文咁樣。控線真的復鬆了，但係跟我哋嘅終點仲係好遠咯。真給人逼到門上是吧？他說話的時候，你安排他坐電梯是那是你的事，我們有我們採訪的權利。我告訴你，只要再過紅線啊，取消採訪資格。
的规范在哪里？哪里说不能？你出示给我看看是不是？我很礼貌。我的东西都机密的，不需要出示。啊，你说不行就不行。对，我可以拒绝吗？是吧？即係我都係有權喺度採訪，喺即係等候我嘅採訪目標啦。咁我亦都冇越過禁區，即係佢一啲即係呢個建築物有啲禁區，我又冇衝到入去。咁我仍然喺一個公眾嘅地方，點解我唔可以等？你說拆房，我沒說不讓你拆房。我說再等到四點半以後。那四點半以後就可以站在這裡，這是什麼機密的規定的？罗以平回归之前曾经担任香港记者协会执委，期间两位香港记者因为采访工作而被当局以泄密罪名扣留，甚至入狱。初期有段时间就怕所谓试探个踩钢线，就怕跌去那边，就跌去落去话即系以后 blacklist 不理得大陆采访啦。咁自从两位民事件同郑阳事件之后，就再进一步就系怕被拉啦。第一批可能110美元，先换成人民币流出来香港，然后买你们的人民币债。而家起码我谂佢哋都比较合理啲，就唔会再出夕阳嘅事件，将一啲其实佢哋嘅真正做咗嘅市场行为报道咗出嚟，然之后引起咗一个佢哋唔想见到后果，就捉你咯。比較在我自己身上，可能我都做了一些寫了一些不是他們想見到的那個方向的稿，影響了個市場方向的，但起碼我現在還在這裡，在這一刻還安全。這個如果從投資者的結構來看，是存在這個問題，就是散戶太多，散戶本身。內地的傳媒全部隸屬黨政機關，內容要經過多重審批才可以公開發表。羅以平現在最不習慣的就是要接受預先審稿。一定有妥協，我自己也有妥協。譬如我三年前訪問鄭思毅，他叫我給稿去看，我說不行，記者不可以給個人看。三年後我主動給稿去看，因為有些事有些規矩，你要拿到這個平台，你要接觸到這個讀者，這堆讀者你就要做一些小小的犧牲。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一部分。那麼最近陳良與鄭小玉案件的查處和披露帶來很大的反響，那麼如何確保反腐敗的成效？陳良宇啦，上海社保基金嗰、那個即係反貪嘅問題啦，咁即係呢個係我哋想搶都搶唔到嘅機會，但係咧佢幫我問咗，即係咁即係而家即係其實顯示到即係內地記者其實佢哋都好進取嘅，即係佢哋都有啲嘢可以問，同埋即係再唔係以前咁樣墨守成規嘅。今年是我們這個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請問總理，你對這個香港在過去在回歸10年以來的表現？每年咧，香港記者問嘅問題都差唔多係咁樣噶啦，即係香港嗰個優勢喺邊啊咁樣。咁總理其實90%嘅用詞咧，喺舊年咧，如果你對翻咧，都係一樣噶。因為我哋就係市民嘅耳同埋目，我哋目光太狹窄，我哋諗嘅嘢太狹窄嘅時候咧，香港市民咧就睇來睇去咧，所謂 Hong Kong angle 咧就係咁狹窄一個 angle。這10年來，中央政府。你嚟一個兩會其實就係全國嘅新聞，係一次過將全國嘅精英擺喺你面前，係講全國甚至全世界嘅問題。咩叫邊緣化？即係你自己匿埋咗個小角落，即係退到一個咁窄嘅位啫嘛。即係回歸咗之後咧，咁好多中國嘅優才啦，係。落到嚟香港啦，喺我哋體育方面咧，會好多人會幫手。我期望即係我哋喺成個採訪嘅人裏邊咧，你要睇到有政界嘅人啦，有呢一個小市民啦，有公務員啦，各階層嘅人都有嘅。可能你哋覺得話，點解香港有啲民主派或者民主黨嘅人冇喺呢度出現？其實有嘅，只不過我哋可能未必係放喺咁大嗰個節目裏邊。董家耀上半年開始就忙於製作一系列有關香港回歸10年嘅節目。他說作為境外媒體要在內地生存，一定要服從各種規條法則，
不可以觸及底線。那個黃金寶啊，就香港一個運動員啊，對，他去那兩個係違反大陸的一啲規定，咁大陸可以唔俾你落地嘅喎。我哋呢個媒體喺香港對大陸亦都係有善意積極建設性嘅好多意見，甚至係批評性意見都有，所以呢個就係技巧。咁你又唔係，我一定要做到咧，你聽完之後好嬲嘅，好興嘅，然後咧冇得你生存嘅，咁你咪連呢個表達嘅渠道都冇埋啦，咁你咪連影響嘅渠道都冇埋啦。咁你咪做咗烈士，咪乜都冇埋咯。我有時會睇翻，我覺得確實係有啲咧唔了解，同埋會有偏見。即係喺香港媒體寫大陸裏面，大陸有好多譬如係嗰個政治架構，同埋佢嗰啲人物關係、社會文化，甚至一啲民眾表達嘅語言或者術語咧，並唔係簡單表面上咁嘅理解，可能背後有好多原因。咁如果作為一個記者，你唔去好深入咁了解嘅話咧，你好多時候就表流於膚淺。回歸十年嚟，董家耀認為香港雖然仍然享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不過他察覺到大部分的傳媒老闆在選擇題材和報導新聞的時候反而自設紅線。中國版多了，消息也多了，評論多了，但有某一些他們認為敏感的東西，他在擺放的位置他自己都會有擺放，他可能不一定擺頭條，他不一定做 大標題。以前有些對中國不了解的人，他現在了解了。以前有些媒體完全是根本是對中國是 有偏見的，現在 他的老闆想入中國大陸的市場，他自己會修正他的報導，他會平衡他的報導。即是你媒介嗰個職責咧，就係即係報導事實啦，同埋即係應該批評嘅地方就應該提出嚟啦。即係呢個先可以即係履行到媒介嗰個職責咯。三平回氣，我只能夠咁樣對付，我冇辦法對付人哋千軍萬馬。人大今年三月才通过物权法，确立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不过无理收地逼迁的情况各地经常出现。杜福良这一日就在广州采访一位不甘被发展商逼迁而誓死反抗的钉子户。这些玻璃窗全部打烂了，我的这些都不放过的，全部打烂了。我呢度咧，佢就塞咗我啲下水道啊，冇辦法去水嘅。我依家要用呢度接水，日日都倒咗三年又多啦。比較大的感觸就是仍然看到咧，國家啦，即係發展得好快啦，即係經濟增長啊，個數字各方面都好睇啊。咁但係仍然即係睇到咧，即係同埋即係有發現到好多民眾係即係佢嘅生活咧，或者佢權力咧、權利咧係俾人剝奪緊，俾人即係佢係處於一個種唔公平嘅生活狀態之下咯。咁即係咁其實係唔係好平衡？我依家就捍衞住啊國家嘅憲法啊！依家啲物權法出咗，我就要捍衞佢。我唔係咩釘子，係佢釘我，唔係我釘佢。內地嘅人咧，對於維護自己權益咧，嗰個意識咧，越嚟越高啦。同樣嘅情況咧，喺十年之前咧，可能佢自己就礙於政府嘅權威咧，或者即係發展商嗰啲即係高壓啦，咁佢哋唔會有任何意見要求提出嘅，咁就對方如果要佢間屋，佢就俾咗間屋對方，咁即係唔會意識到咧自己個權益咧係可以出嚟即係大聲疾呼。回歸前，中央領導對香港強調要實行一國兩制，河水不犯井水。不過隨著中國不斷開放，改革已經不只局限在經濟層面，對社會、文化、思想亦都產生重大衝擊。香港回歸十年，感受兩地社會變化最深的莫過於一班接觸面最廣的傳媒工作者。一國兩制即仍然都係太新，同埋即史無前例啦嚇，即係講到好咁樣，咁但係即仍然都有好多矛盾啦，或者衝突啦，即有啲時候我又覺得係唔係中央政府咧又想幫特區揸主意咧？
有啲時候係咪特區會唔會自己做過咗龍咧？或者係即係或者有啲特區政府嘅某啲官員咧，即係佢唔夠堅持，即係其實有啲咧應該係屬於特區內部事務嘅，佢自己冇做到，然之後就走去問中央應該點樣處理？十年其實相對嚟講喺歷史嚟睇，絕對一個好短嘅時間。所以用咁短嘅時間，你想佢即刻磨合得好好咧，係好難。我認為更多嘅未來可能即係話兩制裏邊嘅磨合咧，係需要大家去理解大家，即係理解嗰種生活方式啊，同埋佢嘅訴求啊，同埋溝通，即係呢種理解好重要。即係一國兩制嘅奇妙之處，亦都係悲哀之處啦。你一國咧就係咁啦。當你大家的 integration， 大家的交往越嚟越多的時候，你就不能夠劃地為界，就話嗱，我呢度係香港，你唔好搞我。只要內地有問題，內地個制度有問題，內地嘅民主或者內地嘅傳媒嘅透明度有問題，我哋係唔可以獨善其身。間屋已經有過百年歷史，佢話佢唔願意搬走，並唔係故意阻礙發展，只係要維護自己嘅權益，而佢亦都唔係。跟住炳係中國奧運精英大檢員，之後係東張西望。景山天花。在節目結束之前，再看看世界其他媒體今天關注的焦點。我們下週再見。